嘛，但是虽然好累，但我有体力感一分钟。对对，我喜欢你。他们讲话清楚啊！不会闭嘴。好不好被这个司机难欺负，是吧？有位置拍吧，然后我伸手拿才谢谢。对对对对，我先带你的，你还拿着花不是吗？就等于是那个谁的意思啊？对呀，现在提供。好，就老虎。我跟你讲，在戏里我们在研究呢，哎，到底是男生先戴戒指还是女生先戴戒指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都说我们因为当演员呢，真的拍过很多婚纱，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。结婚真的好累啊。在戏里头浪漫了。对对对。坤哥现在未来要靠小好娃。对对，不然我就给你改专长。对对对，起码现在小坤哥靠小好娃夹钱哦。没错没错，起码没钱啊，伊都这啊，我养他。精彩哦，要看哦，要看哦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了你嘴角。你看我多一下了，哎，三秒交，这么可爱吗？对呀，恋爱未眠哦。下面老米温恰啦，哈。我们两台继续走啦。重点上也要通风，要帮忙走。刚刚我看到，我说怎么穿不过去？现在就是特写、啊。我刚拍，我刚拍到终极。我刚没看到。OK OK。他们讲话清楚了。不要闭嘴。好不好被这个司机？可以吗？没有来，快点。真断绝，单亲父子是吧？孩子是我们的。我的眼神是表示说，当他知道我不是要亲生的时候，他对单亲态度就180度转变。你说怎样吧？你说怎样？第一次子珍带单亲回家的时候，我已经看上我的媳妇，就百般的想要阻拦他。阻挠哎！其实所有的局都是他设下的，对，不是抖音的。要抢儿子的老婆，对不对？对，虽然我得了睾丸癌，但是我还是可以用。不能用，不能用的是董董坤娜，董坤娜不能用。他一直说我是他人生最后一只蝌蚪。趁丹青不在，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？我喜欢你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丹青说我是他的老少主，都是为了你。所以，我希望。哎，对不起，第三者。他就已经说他是我的敖陶族，然后还一直做这种事情，不舒服哎。敖陶族也是会跳墙的。对呀、啊，还拿着我的捧花，戒指都准备好了，你有看他戒指还拿在手上吗？不是，凯虹，你这真的很没诚意。我不是说不能接受你，你准备自己的嘛，他拿借来用，这种事情需要借花献佛吗？他已经拿今天穿的那一朵花一样。对，我还是不要再介入你。算了算了，我跟子彤走。可以可以。会不会其实这样演天道更好看？说不定。来下。这是谁请的？黄轩啊。要要要要！我得意的笑，有得意的笑。
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我喜欢自拍，就故意偷偷入镜。我喜欢自拍，如果我们某某重新。我喜欢自拍，来一起自拍。应该很多了吧？粉了吧？没办法像你小孩的吗？我是像你吗？完全拍不到，就被淹没。对，你这个也是。因为那个五年后我们要那个嘛。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一定要把它逼掉。我们俩真的没有。对，真的这招没有。我们俩超没问题。我们昨天在棚里要干嘛？要对看。要对看。关都来一个。我们昨天在棚里面要对看，然后再比这个。要比。比爱心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比爱心，他就看我；然后他比爱心，我就看他，永远没有在一个频率上面，都没有对到。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想吃就想要逃。好，那两位的婚礼，会更幸福。为什么打得这么心虚？会更幸福，一定会更幸福。我有为了他的面子，我钻戒都有挑很大颗的。然后你看到这个，我这个才几分而已。它就是我边边切碎凑出来的。你看这样还需要爱他吗？不用，不用，我现在就把它拔掉。我们这勤俭持家，好不好？对，是不是？娶老婆要娶这种，很不容易。面子里子都有顾到。对，来，我们来，女生在前面，好。赶快先站，爸爸爸要站，来。请靠位。还有沙发椅，那来加分啊！来，上一张，一二三，好险！再来，再来，开心。